哎，你好。Hello， 哎，你们这不太好停车呀？我这是租的房子。租的房子、啊？我是外地的。说说吧，怎么回事？今天说来找你说，就想麻烦你说，最近说有很大的困扰。我是学设计的，在一家那个公关公司工作。我领导直属上司。最近他那个对我那个有点些行为上的骚扰。前段时间公司聚餐，领导说得喝点酒嘛，难免说你一杯我一杯的，我这喝多了。之后吧，领导说那个要给我送家，我说不用不用。之后那个我也不知道说怎么回家的，但是我那个是在醉酒的情况下，我这感觉说有人摸我，还脱我衣服，我一下就醒了。我一看，我说领导咋给我送回家的？他脱你衣服啊？那这不光是性骚扰了。哎呀，你这不就那你们那个聚餐公司那么多人，喝完酒应该也挺晚的了。你一男一女的，你俩单独走了。那他是一个男领导，关键是啥？他是男领导啊，他是个男的。那你怎么弄了呀？我之后我生气了嘛，直接给他撵走了。他是同性恋吗？他喜欢男人？对，有点那行为上有点说对我骚扰性太大了。我因为说工作挺好的，一月10000多块钱。这两天的那个听同事他们那个里边传我跟领导有什么那种风言风语的，完全我是受不了。他结婚了没有啊？听公司同事他们说应该是没结婚。我明白了，你的意思现在就是你现在不太想走，不想换工作是这意思？因为这工作挺好的，毕竟说刚大学毕业也挺不容易的。啊，他是男的，他现在对你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要是你主动约他的话，我觉得难度应该不大吧。算了吧，这我瞅都恶心，你这让他一约他，你现在不是想两全吗？就既不想从公司走，你还想让他离你远点吗？对，所以那你想让我帮你，你听听我的，就是你那个态度，你别跟他去表现出很厌恶他，你就忍一忍。你这样，你明天吧下班了以后，然后你约约他，你说有点事儿，我想求你帮帮忙，领导。你就往后说，如果他对你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你约他应该问题不大。然后明天找 KTV 或者酒吧吧，到时候我提前把地址发给你，只要能约出来能成功的话，你给我打电话，你告诉我，其他事就不用你管了。我今天试试呗。啊。委托人刚才已经跟我联系了啊，他现在已经约他的那个上司了啊，明天我们就可以见面。小翔，我跟那个委托人说的是，你是他的大学同学，也是学设计。委托人作为中间人，帮你引荐一下。然后呢，去了以后，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主要是给他喝好，然后利用一下你的四个项。跟你去不去啊？对啊，我这现在不太适合干这种事儿了，就这种事只有你小鲜肉去干了啊。这是酒，给大家伙看一下啊，这是青岛啤酒当中的零度啊。KTV 那边酒的话，提前一半一半换水。叔，不用这么客气啊。咱都是同事啊，是不是啊？我今天忙不忙你吗？凑一块办点事儿啥的。说你离我这么远干什么？过来说，过来说。说你说你离我这么远，咱还谈什么谈事儿？再，你摆这个牌场也没必要。有什么事咱先回家说，有什么困难跟哥说，好吗？拿哥当自己。这有同学，谢谢王总啊。哎，对对对，这有公司王总。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坐。已经跟我说了，说你这边具体情况。这是我的简历啊。他也是咱这边的，你也挺照顾的。这样，喝点吧，哥。就是要。行。哎，先喝一杯吧。点歌唱吧，要不然在这多空啊。哎，叔。哪怕说你没有这个脸，我觉得你说你不爱谁亲近的。哥能办了，哥给办了；哥不能给办了，哥想办。那你就宽点头啊！还行，稍微有点，有点小话哟。稍微有点。这样吧，哥，那个我看哥这边喝的也差不多了，我送哥回去，你先回去。一个人都行吗？没问题。你好，哥。哥，那我回家了啊。这样，哥，喝什么样？喝酒。这样吧，那个我自己租了个房子，想去我那儿，咱们
喝点，行吗？行，行。哥，工作上就麻烦了，没问题。在这一坐，歇一歇吧。哎呦，再喝点吧。行，再喝点，再喝点，再玩个刺激点的。第二场的话，你就别喝。你说咱可以那个样，玩个小游戏啥的，你吹一瓶，然后我脱件衣服。玩会儿吧，哥，这样玩还刺激点。行，吹个呢。哈哈哈哈哈。这个。哇，行吧，哥，再来一瓶。你穿了几件衣服啊？不是最近变天吗？再来一瓶怎么样？坐着，我看你。啊，还能喝了哥，再喝。你要能喝好，我这下面还有，再喝一点就是了。怎么了？还能喝吗？哎，怎么了？得吐啊！上下面，上下面。扶着，扶着。扶你上去。喝喝喝。喝不了啊！喝不动了。慢点啊！那医生，等一下啊！哎，来坐着。哥，这样吧，你休息，你一躺，我去洗洗。啊，哥，你放歌什么的，你休息休息。行，哎，哥，喝点。好嘞，哥。醒了，哥。行。哎呀，咱喝多了。喝多了。怎么情况？忘了？那你衣服都没了，你说咋回事？我刚还拍着照片，咱俩人。照片？啊，咱喝成这样吗？那个照片删了。啊？别呀，咱两个人第一次了。行，我照片删了。啊，删掉。那我这就删了。哥，你看，咱都这样了。之后工作什么东西的？没问题。那行，坐这儿。啊？你看，咱俩啊，是这样。哥，给你一个前途。啊。你这样吧，我下去再冲会儿。行。再休息休息。衣服我给你放在柜子里面了。行。你要觉得不方便，今天不是还上班？啊，这个点去肯定迟到了。行。那您抓紧吧，我去再洗一洗啊。行。
我操，小强，怎么了哥？这病历谁的？谭主任啊。这什么？搬我东西干嘛呀？这病历谁呀？这病历啊？我的呀。这个是我们从网上找了一个化验报告单啊，我先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 HIV 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啊，这是你的检测单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成阳性了，阳性大家明白啥意思吧？就说白了，他是艾滋病的患者啊。没事儿，没事儿，咱能治的。哥，你别和我这干啥，这有用吗？这什么？你害我？我没害你。三月八不是你刚认姐挺开心的吗？就这样，就这样。不，这我之前化验都不一定准啊，哥，你别那么生气。我这单子什么化验都是还得用啊。我这一辈子就完了。都不一定准，哥，到时候你也得化验化验。你别哥，你别哭，哥。他这个三房，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开心你妈了，别开心！队长，我看也行了。小强，哎，哥，你先冷静点。哥，我先冷静，我回忆处理啊。不是，三，你，我有别人，你我就完了。不是，哥，你先坐着行吗？你先冷静冷静。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化验化验，行吗，哥？嗯，对吧？这是怎么这个状态呢？我看你面色红润，大哥，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不会传染啥的吧？是不是得离你保持距离啊？哎呦，哥，看着了。哎，那快来吧，那就别躲着藏着了。你怎么在这儿？你说我怎么在这儿？你们到底要干嘛？哎呦呦，都在这儿呢！你别把病历扔了呀，这报告啥的，这都挺费神的，做一个都不容易都。来，我先给你打个镇定剂，就这玩意儿呢是假的。你什么意思？你刚才说这个病历是假的呀？假的啊？咋的？你现在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了吗？对，病历是假的。对，你没事，我就不跟你说那些别的没有用的啊。你性取向有什么问题，跟所有人都没有关系。你无论喜欢男人也好，喜欢女人也好，我们该尊重尊重。但是你那么个做法，是不是就不太地道了吗？你喜欢谁 OK， 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因为你喜欢谁，你就瞧视别人是喜欢你啊。这个事儿啊，就今天给你个教训，你以后也离人家远远了。工作上的往来，那是正常业务往来，除此之外，你别找人麻烦。人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人家还要找对象呢。你有你的生活，人家有人家的生活，你凭什么因为你的生活，你把别人的生活影响了？别再想后面用什么别的歪歪肠子啊！我跟你说，在我这不好使，我还有的是办法。以后该怎么上班怎么上班。他要是敢因为这个事儿他对你怎么样了吗？那我就再助你一臂之力啊！不是你们都不用上班吗？还干啥呀？再住一晚上玩会儿啊，还是怎么样？打开微信，点击通讯录，然后点击右上角图标添加朋友，输入古惑仔全拼加数字66即可关注我们了。进入公众号后，点击下方聊天界面，输入关键词，例如王者荣耀，点击发送即可观看王者荣耀完整版，不同关键词会有不同的精彩视频哦。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微信推送啦。